请我们所有的贵宾在此一起将视频的目光转向后方，在我们新人进场之前，先让我们欢迎今天可爱的领导者，就是我们的小花童进场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第二队的男女兵下盛景以及姿颖进场。家是一个不是强力的地方，是一个强爱的地方，所以在未来希望用更多的包容，用更多的接纳来对待你的丈夫，做你丈夫永远的避风港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请你为你的丈夫带上幸福。秉承，虽然流程上面没有这一个段落，但是感觉这个幸福的氛围有到了。我们是不是请你们两个牵起手，轻轻的亲一下呢？大家说好不好呢？我们盖个小印章好不好？来哟，耶 ！OK。好的，当然呢，在这么幸福的氛围之下，我们也要庆祝一场新的人生的开始。所以，请我们的新人可以来到我们的香槟塔前方。无论是中式西式呢，我们都要注入这个幸福的泉源，代表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。那呢，我们也请我们所有的贵宾跟我一起倒数三秒，让我们这对新人注入幸福泉源。三、二、一，请注入幸福香槟塔。起身非常的大声，那最后呢，我们也要请双方主任跟新人把大手跟小手牵起来啊、哦！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两家结为一家亲。当然，大家的恭喜声这么大，我们也要用一个深深的这个鞠躬来感谢大家的莅临。在此，我们用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大家出席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先请双方主任的恭喜就坐，谢谢。